是这个房间吧？这个是就是我们老大的房间，我们进去杀了他们。走。 不要命！原来是你们游击队，我告诉你，想从我们黑龙山要人，没那么容易。营长，少和他们废话，我们冲上去，把他们干掉，不就把喜春救出来了吗？消灭他们很容易，可是他们虽然是土匪，也是中国人，也打日本鬼子，咱们不能害了他们的性命。二哥。 他们也是打鬼子的好人呐！哎，听着，我现在给你一条路，要么你乖乖的给我滚，我们黑龙山就不追究你的过错，怎么样？哎哎，土匪弟兄，大家都是道上混的，都到了你们黑龙山了，也不行，我们进去喝一碗酒，别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！就给你们这些小小的游击队，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黑龙山的酒？快点给我滚，否则老子就不客气了！连长，我们不能走，要把队长救出来。觉得我们肯定能救出来。他娘，你们还真不想走？兄弟们，给我打！啊！ 在门口守着。是。你们里边打起来。
杀出同样在里边动起手来，土匪窝非得炸锅不行。哎，弟兄们，你看看你们后院都起火了，赶紧回去看看吧，要不然你们大当家的可能被人干掉了。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不好了，有敌人偷袭我们，他们已经打到大当家的房间里了。赶紧走，老三铁骑，你们留在这儿，其他人跟我走。 王旭、老魏，你们留在这儿，钢铁跟我走。是。吴喜春，你终于让老子给干掉了，老子终于报仇了。<笑> 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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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国民党的小李子，大当家的，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。什么？这不是我们杀的，是刚才的黄巾军杀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这肯定不是我们干的。我们游击队员是不会滥杀无辜的，只会杀小鬼子。这肯定是钱义清那个狗日的干的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让这个家伙给跑了。不可能，这明明就是他杀的。大哥，别动！哎，把枪放下！ 把枪放下！哎，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哎，都留着自己打小鬼子去！哎，真是的！哎，天龙大当家的，哎，这都是一场误会。就算这几个兄弟不是你杀的，可外面那几个呢？还有山脚下那几个站哨的，死的这么惨啊！我看你们和小鬼子没什么区别。李帐篷，怎么回事？不可能。 我们只是把他们打晕了，并没有杀他们。听见没有？你的意思是说我撒谎了是吗？那我先问问你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先别吵了。天龙大当家的，请你相信我，这肯定是个误会，这绝对不是我们干的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咱们去看看那几个死去的兄弟，啊？走，看看去。哎，走走走。哼。